世华金融联谊会的开幕典礼是由大会主席陈敏珠主持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金融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了开幕典礼，最终首先攻读了总统训词，总统勉励华侨金融界的人士要发挥集体智慧，研定具体方案，以拓展国货的外销，并且应该要继续处理实施。严副总统随后在典礼中应邀致辞，他说：“今后应当怎么样来汇聚世界华商的金融力量，来协助中国工商界，来扩张世界各地贸易，从扩大推销国货，以及如何来加强华资银行的振兴工作，促进资料交流。”来协助世界华商金融事业的发展等等的问题，都是期待各位衡量国内外的形势变化，周详之话，才能够求得正当合适的应用方案。各位也都知道，近十几年来，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，无论进口或是出口，都有急速的成长。但是在发展过程之中，也出现了许多接待客户的问题。比如像就贸易地区来说，过分偏重于少数国家地区，特别是对一两个国家的贸易，始终呢处于逆差的状况，现在我们整个的贸易是正差，但是对于一两个国家了有逆差。那么面临目前的各种变动，就是对于我国的利弊不实程度，虽然一时还不能够俱下论断，但是对于我国的金融与贸易，虽然会发生相当影响，那这是无可置疑。同时，政府必须把握这个整个国际贸易发生变动调整的时候，争取经济市场，扩大对外出口，并且加强与各国民间经济合作机构的联系，这是不再犹豫。因此，也深切盼望透过我们华商金融界的努力，同侨居当地政府与民间机构双方进行贸易与经济合作，以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市场，才可以增强我们在国际间的应变能力。谢谢各位。